这边全部都是我的出货单，给大家看。大地卖完，我这边不够出，狐狸的，大地如意的，用狐狸的，从上礼拜卖到我台中厂库存全部卖光光，清空。总共这么多都是订单，二十公分超过。我们明天抱歉。没办法开直播，这一瓶是半皂化沐浴肥皂洁净感，沐浴乳洗完的柔顺滋润，要冲水的时候全身绝对不会有滑滑的冲不干净的感觉，很好冲洗，这个特色半皂化香水沐浴五倍香精温和洗净，这一次还多添加了香氛环饰，所以更棒。它是什么味道？潘海利根狐狸的味道，这一支香水的味道，一支现在破万，我一罐卖990啦。先跟大家讲啊，低于一个沐浴啦，你们可能觉得那个价格不亲民，但我要跟你说，你不要拿我的东西跟开价似的。它的味道是小波自己调的，你不用买到七八千，你用洗的就可以，而且很持香。两年多来卖过的啦，包含丢妹那一边的客人啦，大家也都去验证过了啦，味道绝对准的啦，保证准的啦。狐狸乳液来了啦，只要小小一坨抹一抹，有没有发现马上变水解？这一支保湿锁水，用完身上还会有狐狸的味道，极度保湿，味道如果不是潘乃利跟狐狸包。退。